自由手倒立该如何练更高效？很简单，第一步，借助额挺支架做靠墙倒立，手的位置距离墙面约30公分，手臂伸直，双脚并拢靠墙，每天坚持练习10至20分钟，直至单次可以坚持1分钟以上。第二步，做单脚轮换触墙，离墙的幅度可以自由控制，触墙或轮换触墙的过程中尽量轻点，为后面离墙找到一丝感觉。当轮换触墙同样能够坚持1分钟以上的时候，就可以进入第三步，双脚同时轻点触墙，开始离墙的幅度可以小一些，熟练后离墙的距离可以和手相同，直至可以脱离墙面后不再前倾。第四步，利用额挺支架控地练习，可以借助双脚轻点地面起身，手臂略微弯曲，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平衡。当稳定后，可以尝试慢慢将手臂伸直，同时核心控制身体，尽量不要前倾。最后，摆脱额挺支架，双手食指分开，可以有效找到抓地感，从而更容易完成地面自由手倒立。多多练习，也就可以如愿了。